记者冯毅宁台北报道，14岁时参加《我爱黑社会》的艺人糖果思雅，以舞蹈实力长期耕耘演艺圈，如今已经25岁了，面对酸民谩骂还是忍不住爆气。原因是思雅长期被酸整形，让她忍不住在脸书上回应：我的脸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？不是被以为很矮，就是被以为整形。对于酸民长期用放大镜检视她的外表，思雅觉得无奈又难过。他虽然想安慰自己，被认为整形是件开心的事，但明明就没做，为何硬要被贴标签，让他很不开心。思雅也反击，发现常在网络上骂人的，通常都不敢放自己的照片，不然就是看完他的样子就会觉得算了，不要计较了。除了脸常常被说整形之外，身高也是思雅经常被攻击的弱点之一。她身高158公分，常被说很矮。对此，思雅认为无法接受用身高去衡量一个人的能力，这是一种歧视的行为。思雅被网友质疑整形，翻摄自思雅脸书。思雅对于自己长期被贴上整形标签觉得委屈，翻摄自思雅脸书。